本想解一个爆款电影解说教程，一个手机，一台电脑就可以直接做这个影视解说的项目。课程包括这个账号的分析、软件的准备、资源的下载啊，如何剪辑、文案如何写作、配音如何做操作、手机剪辑毫无分享、影视解说的整套教程啊都有，还有风行注册的挂载小程序的方法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啊，首先做影视解说的话，这套课程非常好，大家看都比较大，9倍的兆啊，2倍的兆都非常好。啊，影视解说也是个非常火的项目，可以长久操作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签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电影解说教程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